啊，这故事吼，这是真正，这是真正的故事啦。这吼，在这个吼，就是讲咱一个人袂用做亏心事吼。故事在民国51年的代志，报纸拢有刊。哦，51年到即卖已经，咱要讲即卖100多年咧，已经吼，哦，咱要讲60-70年前。哦，啊！即报纸来看，咱即个台北有一间即个豆腐店，啊，遮个人哦，拢死去啊！哦，所以咱吼，若要讲吼，咱会用甲讲讲伊个名。伊即个吼豆腐店个头家，即个吼头家伊个名叫做刘金本。啊，因为啊，伊娶一个某，佫叫做王玉兰。啊，请一个师傅咧做豆腐个，吼，请一个师傅啊，或者吴英才。啊，因为伊有一个吼，一个人要讲讲，或者丈人啦，丈人或者王大平吼，啊，请一个囡仔工叫做柯金木吼，啊，即摆代志发生就是安尼啦。这个吴英才啊，是一个酒鬼，因为安怎，那做豆腐吼，伊等豆腐大部分拢做透早的，啊，即摆透早吼做咧，啊，天光的时吼。啊，这囡仔工吼，都爱送豆腐去给人。啊，伊食饱就闲闲啊咧，啊食饱闲闲啊，就饮酒啊。因为呢，伊是独身啊，啊无爸无母，啊嘛无娶某，啊所以无家孙啊，无亲情，所以所赚的钱啊，拢该饮酒啦，拢饮酒去。有一番啊，这个工课啊，做也未衰时吼，啊，这豆腐也未做，啊，就饮，就开始就饮烧酒呢。啊，因为哦，伊来啉烧酒哦，啊，就啉甲醉蒙蒙，安尼雾沙沙，啊，所以咧，伊豆腐啦做哦，煞变做甲歪锅起叉啦，吼、哦，歪锅起叉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这个因这个吼、哦，人要讲头家的丈人，这个王大平就甲讲啦，讲夭寿人啊，啊，你啉烧酒哦，唔着等啊吼，豆腐做煞下班你才来啉咧，啊，你袂前下班你就啉烧酒。啊！啊！你怎啊？这豆腐做甲歪锅起叉，啊是要哪交代呢？河人哦，人嘛无爱呢。伊讲嘿，你无管啦，这是头家的代志呢，甲你什么关呢？啊！你食啦吼，好死啦，好去死啊！安尼，啊！这个王大平哦，听到哦，足受气，讲好啊，我要叫阮查某囝吼，甲吼叫吼，这个头替阮查某囝吼，因翁这头家哦，甲你死掉。看别人吼，像你这种的卡笑，人要请你哦。迄当时啊，这个王英才就讲呢，你甲我死掉，头路你要甲我死掉，你莫想过真假先哦。你若想真假先哦，我一家伙啊吼，就总甲你抬。这是啉烧酒咧讲酒话啦，哦，伊讲一家伙啊要甲你总抬，啊，因为伊是老大人呢，啊，互伊惊着咧，惊着了。啊，囝就要安怎呢？啊，就走去啊，走去甲因查某囝讲，讲哦，这夭寿师傅哦，一日啉烧酒哦，啉到安尼雾沙沙哦，一寡豆腐哦，安做甲歪锅起叉。啊，我吼、哦，甲讲两句啊吼，啊，就讲啦，讲要啥物一家伙啊吼，要装台啦。我讲有影哦，然后伊吼掠酒讲起来哦，伊唔惊死啊，因为伊是独身啊呢。啊，顶无爸母，下无兄弟，啊，佫无某无狗，哈，啊，无囝，啊，若真迄面啊热来，就惨啊呢！紧，甲恁翁讲，甲死掉。啊，因查某囝就真正了，就去甲吼，去甲伊这老根本就讲呢，讲这吴英才吼，愈来愈无情款啦，吼，愈唔是款啦。讲以前吼是下班了后吼，啊，再啉烧酒，啊，啉酒这是伊的钱，但是即摆唔是啦。无下班，啊，在咧上班的工课吼，工课中啊，就饮酒，饮寡一寡豆腐吼，安做甲歪锅起煞，所以吼，工课吼，甲死掉去。啊，因翁安怎讲嘞？讲哦，袂用你咯，准你讲的呢，伊放声呢，讲一家伙吼要装台呢，啊，若真正呢，专家啦，甲咱抄家吼，咱算袂好。啊，无要安怎呢？讲爱想办法啦。啊，要哪想办法咧？就等啊，这个吼，这个吼，吴英才啊，啊，你困的时哦，啊，翁啊某啊，甲因丈人啊，啊，就去房间，哎，房间门就关起来，就来参详
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？三参详啊，四参详，结果呢，讲那一声吼，甲伊害死吼，兴师啦来调查嘛，废去咧，讲吼，啊不要不要照刀杀人啦，吼，讲要利用这个囡仔工吼，这个苦全忘哦，啊，就正啊来叫迄个囡仔工就来帮警啊了，啊，就讲诶，师傅吼，不管是拢欺负对无？伊讲是啊，啊，因为伊这十几岁囡仔咧。我是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不是哦，侬嘛吼，害吃这个五斤鸡，个斤鸡就是爱吃头壳啦，哦，这按家吃。我不是嘛，吃五斤鸡呢，啊，看我无目的呢，啊，这老根本就讲，讲我跟你讲，该修理，该修理掉，咱搁再请一个师傅，啊，钱吼、哦，我会吼加省一罐给你，啊，一直个引诱，个这个囡仔安尼一直个引诱，一直引诱，引诱吼，啊，伊讲啊，无变啦。讲我有一办法，啊是吧？一办一办，二处二处，啊，就细声话就讲啊了。啊，安尼来，我啊就讲，啊，唔过嘛，爱叫一个助手呢，吼，啊，助手呢，无法度啊。伊讲吼，啊，咱这巷啊口吼，啊，有一个拖沙来车夫吼，好，叫伊来做助手。啊，这个人啊叫做谢正杰，吼，啊，即马咧，啊，即马这实在吼，啊，这故事就来。变故的人，啊，就带这个房间啊，就咧参详啊了，啊，就计划讲要做这个福州这个师傅吼，给结掉，互伊死无人知，啊，就是吼、哦、叫这个囡仔吼，讲要给抬死就对啦。啊，这头家就佫讲哦，讲你未成年，你才十外岁囡仔尔嘛，哦，你抬死人嘛无罪啊，啊，你来去自首哦，啊，来抓去关吼、哦，啊，这個、我才对后边吼、哦，啊，甲你报吼、哦。啊，你都无代志哦，啊，我才阁甲你升月级安。啊，当囡仔刚想着讲，哦，我要甲他升月级咧，啊，我太难，我也无做咧，啊，想着就讲好啊咧。啊，当就主安尼就讲，就答应啊了。啊，当拄啊好咧，要买月啦，要讲就是12月16日。啊，进前一天就对啊，这头家就讲，师傅啊，啊，你真辛苦，工课哦，拼到安尼，我甲你讲。明仔载买鸡吼，啊头家吼，我今仔日吼，盈盈先给你做买鸡吼，啊吼加啉一杯啊，啊这个吴英才，我昨日都讲酒鬼咧，啊听着讲吼，唔免钱咧，哇人要请伊哦，当然嘛好啊咧，啊就讲好，啊主安尼咧，都西人啦，头家啊甲这个吼，这吴英才甲这个囡仔讲。啊，就去啊啦，去这个吼，去面店啊，饮酒啊呢。较早呢，民国51年，无像即马讲哇，这大饭店咯，这餐厅遮尔侪，较早无啦，拢是迄面店啊吼。有是有啦，较少，拢是好野人咧食，安就对啦。啊，就去面店啊，就去饮嘛咧。啊，饮嘛啊，因为伊贪酒啊，啊贪酒吼，伊今仔日就是为着贪酒才来死，安怎？这个头家叫伊干杯，一杯啊干杯，两杯啊干杯，啊、哦，一直干杯，啉到实在醉蒙蒙啊，醉到连你脚骨吼都徛袂住啊嘞！啊，头家就讲，就甲迄个囡仔讲，紧嘞，去叫一台三轮车，甲伊载转去。哎呀，大家拢讲好势啊嘞！啊，三轮车吼嘛，车夫就带等，啊，就来啊，就甲载。我讲紧嘞，甲载转去。在吼啊，囡仔你就甲保护呢，保护师傅甲载登这个大夫店，啊，搭这三轮车夫哦，就真正就甲载啊，啊，伊唔正经载啦，我那个洗，一直洗哦，伊无讲直接甲载去大夫店，一直洗哦，洗啊，和这个师傅哦，伊本来就烧酒醉啊，我伊洗到头壳乌麻洗啊，麻洗都唔知啊啦，啊，这个吼、哦、这师傅吼，吼就讲诶，啊搭吼。现在我这车链吼，我的三轮车的链吼，摔落去吼，啊，小停的，啊，都爱细条巷仔口，啊，细条巷仔口呢，啊，都吼，因为伊水茫茫拢唔知哩，啊，唔知的是，即吼，伊就讲吼，啊，真歹势，你小姐哩，啊，就安那，落车的时对啊，这三轮车吼，车夫就去啊，伊的车卡吼，有准备伊这边吼，哦，占啊，欠买刀啊，就对啦。啊，就咬这囡仔工啊嘞！啊，囡仔工就抓着了。啊，因为伊真醉啊，啊吼，
就讲，哎，这师傅是安尼哦，安尼，拢，让这囡仔甲扶掉掉。伊讲你无坐好哦，我会让你气死啦。啊，迄欠尾刀啊，夹咧，讲你无坐好哦，啊，就讲师傅啊。伊讲哈，按一声就甲弄落去，尾巴刀安尼按甲呛，啊，一声就死去啊。啊，一声就死去啊了，啊，死去啊了，就甲食一边，甲替解吼，解推到这个巷仔边就对啦。啊！车夫讲，我要转来。啊，但这个囡仔讲啊，都拿着这欠尾刀啊，就去自首啊了。吼、哦，啊，就去刑警遐讲我杀死人。刑警问伊讲，啊，你是安怎杀死人？伊讲哦，哦，阮这个师傅吼，安尼哦，啉酒醉哦，啊，就甲我拍呢，我足气的，所以我才会甲杀。啊，这刑警哦，就叫这个囡仔，啊，就带这个吼、哦，叫这个囡仔去巷仔口看迄个师傅死无，啊，当已经就死去啊啦。啊，死去啊，当呢，这案件要哪处理呢？啊，案件要哪处理？因为伊才十二三岁啊，尔呢，未成年啦，有罪嘛较轻啦，而且呢，伊过来自首，所以罪嘛较轻呢。啊，这刑警想头都疼，想讲，这吼、哦，这个囡仔呢，就先甲关起来咯。啊，这刑警就想。这个囡仔吼，伊讲吼，杀人看伊个面，也无凶杀面，啊，甲门口景吼，拢自由自在呢，也无烦恼个面呢，啊，是安怎无烦恼？在这个囡仔就想啊，讲头家都讲要来甲我报呢，哦，所以滴，伊当然嘛袂烦恼啊，所以伊落来吼，就自由自在，啊，就吼，啊，这刑警哦，自安尼讲，这绝对有问题，伊敢会做刑警个人？就是有这个头脑，自安也甲掠去关的时候，啊，这刑警就开一个会议啊了。啊，会议了后，这刑警哦，就讲啊，有一个刑警就叫做犯人啦，叫做犯罪人。啊，就犯人啊，就安那关吼，关甲这个囡仔斗阵啊啦，就甲这个囡仔哦，迄刑警叫犯人啊，甲伊甲关斗阵，哦啊，甲我关斗阵哦。啊，这犯人啊，啊，就吼，就人就来甲伊面会啊啦，啊，就摕一寡物件，啊，摕物件来托这个囡仔食，啊，就变作啊，变甲这个囡仔吼，变好朋友啊啦，啊，变好朋友，啊，恁经过几工，经过两三工哦，这头家拢无来看，在头家想啦，伊嘛惊咩，伊嘛惊，啊，想讲这囡仔也无虾米做，啊，所以放心嘛，啊，就无去来看，啊，这个囡仔。就安尼自言自语啊，就家己安想啊。吼、哦，这个头家这么行业，拢无来甲我看。讲这个头家这么行业无来看，好，伊无来甲我看吼，搞怪，我要甲逼。啊，但是犯人听到啊了，犯人讲要甲逼什么啊？袂用个讲，袂用个讲。这犯人讲，呾有啥物通吼，通好惊嘞？打我啦，抢我啦，我杀死两个人啦，我都唔惊。啊你吼、喔，啊你才犯着一个唔正案件，你惊啥？我吼，伊讲我杀人，啊你嘛杀人，啊你是囡仔，你咧惊啥？吼、喔，我都唔惊咧。啊这囡仔吼，想讲打有影咧，伊都杀两个人，伊都唔惊。我打囡仔，我咧杀一个人，我会惊着做啊咧。问就甲问我，啊你惊啥？就甲讲。自头至尾啦，啊，就甲讲出来，讲话因头家啊，来啊，哎呦，自头至尾的话吼，就拢甲讲出来了，讲出来了，啊，大家啊，你口径都教恁啊了，啊，口径教恁来吼，啊，自安尼哦，这个刑警都知影，讲你知影我什么人？伊讲啊，你都犯人，我刑警，啊，但是这个囡仔才知影讲啊，啊，大家拢讲出来，啊，无法度。啊，讲无法度做安尼，这个刑警啊，遐吼刑警组遐遐队，我刑警的这队警察队哦，三更半暝啊，住这个这豆腐店啊，才甲包围起来，住伊人阿某，因丈人啊，啊甲一车夫啊拢甲掠掉啦，甲掠起来哦，啊掠起来安怎这头家豆腐店哦，主谋。定十二年，因某玉兰呢定两年，因为伊出主意啊。因丈人呢，这王大平嘛，甲定两年，这是强谋。
啊，这车夫呢，这写证件，甲定十二年，因为是助人杀人啊。啊，这囡仔呢，因为是少是也稍微少年人啊，十二三岁啊，所以甲抓去关府，哦，都要将甲抓去关府，伊是互诱拐去的。所以呢，你甲看啦，在这个暗室的这房间啊，起起处处安尼哦，细声话讲甲遮尔啊周到。到尾嘛是会出破的，所以听到这条故事了，你有绝对咱唔通做亏心事，哦，咱袂用做亏心事。所以哦，咱这个时间才讲上在理性，上不可以恶劳，吼，哦，这句话。所以在这个咱在这了凡四训内底一个古典讲，讲在恶劳中啊，上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鬼神袂用啊，互你欺骗。这个吴英才，伊是喝酒来害死啊！确实，伊若卖贪酒哦，伊袂死啦，伊袂死。那么有人就讲啊，啊，呾饮酒是好，也是歹呢？酒好歹，个人的观点啦，无同。咱啊，一般哦，咱啊，那你若信佛啦，信佛教的人哦，学佛一定爱爱禁酒。啊，若信道教的人哦，学仙，伊就会使饮酒。但是啉酒袂用个啉个颠颠倒倒吼，所以咱讲佛家禁酒，啊那道家咧就无禁酒吼吼。为怎样啊？这个本来这个，这是因为讲是了解，为这酒是了解，所以你若信佛的人讲去吼皈依讲杀毒饮魔酒，啊就这个酒戒。啊这酒戒唔是吼，唔是性戒，这酒戒是了解。古代咱人的心中。望教下面，但多是不谈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